今天又要来开箱了，这次买的是睡袋，然后他还有送东西。原本我比较喜欢另外一个卖家的东西，可是他的不提供货到付款，只能先转账，然后直接宅配到家里。我觉得不喜欢，虽然我比较喜欢它里面的产品，但或许因为这样我可以买到更适合我的吧，maybe。这个是他送的，买东西送赠品，其实只是把原本想要买的产品售价提高而已。这是一个保冷袋，然后里面是有那个铝箔的，然后这个才是今天的主角。滚滚的，等一下一样把它打开，让它不要那么臭。不然到时候要睡的时候，塑胶味吸到饱。Made in China, Nature Hike, 自然的践行。塑胶的 Cotton Hollow Fiber。这么大一个箱子，整个塞爆变形，它硬塞进去的。它通常一定没有再寄这么大的商品，然后又要加这个，整个塞爆。这个大概，这个花了我1600块。好了，随便开箱。就这样。阳春版开箱，拜拜。